哎呦，马山呀，马山的，我姓啥山的？对哟，我不是没活路，我被煮死了。卖安尼啦，煮山进入正行为，有啥委屈，讲出来让恁断听。我讲不出来路，你敢无看到？哒哒哒哒。戴绿帽，莫非你家人已经变成闹事人？哇哈哈！免伤心啦，我早就跟你讲过了，这个查某啊是用花嘴性，不然异性。我其实敢会较输人，是安怎？伊会袂完全呢？不要紧啦，对方是什么人？我替你报仇，是我的好朋友。飞旋马跳顶千斤，哦，这都无关哦，你也免怨叹，你的朋友迄只马跳会长，过山顶升万斤。像伊咧讲，查甫惊细皮，也查某惊大鸡，你输得无枉然呐。应是人呐，卖来啦，何必计较呢？两男一女。东游开关游戏，三男一女更加趣味。无你即卖是咩生产流行？即卖咧流行比大老虎，比就比，惊你心。好啦，你比等证书办完再来比。对，唔通比起咧文昌顶呢？迄礼貌一顶已经震动，那是智能顶，我是了讲，放心啦。恁大不是很随便的人，我是真经者。真经什么？有什么事情需要阮好罗金讲？一度一个祖先比你破神的黄神啊，专门你我转转，我爱你用眉睛眼中的眉魂心魂颠倒，然后你再用你的马条向准你的头壳甲攻来，就会十四娘翘起。无问题，真经神。好，开始进行。拜托一下啦，莫啊尿掉啦！你是来这么个性呢？对啊，我真艰苦，你敢知？过前送香不提也罢，大丈夫何患无事？有你，好我个丢掉。安尼唔加丢？对啊，你看今暗，迄、那个黄神啊，敢会来？一定会来。我担心这个银乌飞的啦，甲这个顶神经制服不了伊。你免烦恼，咱这种鬼剑水的，放我张所的老将，拄到银乌飞的面前，俺都忙死死了。比你炮信这种黄神的属性，保准一定脱等而死。看羊啦，等甲羊是无共呢，羊是破耳病，一等是骂耳病，看清楚。卖使讲脱等哦。送个大灯、小灯、五灯、十二支灯，全部放放出来。好了好了好了，卖工程管理，注意听这个猛男搞声音，我真注意在听。嗯，又是真机心的阴是人，这两个麻烦。思路不通。我娘你孤身这样，今深夜正来到红山野地游动。无感觉危险吗？小牡丹，春色满园关不住，一枝红杏出秋来。哦，君子，你我此地相逢，便是有缘。难得你下得空气，还魂何归如此？以情感摇琼消极，我是你自己的相感吧。
会变这样，怎会变这样？眉清眼色，比你孤身浪费地中物。我早就看出来，伊毋是人，也鼓动我甲条件进行暗忙。现在我两眼是要伊孤身，伊毋是人，我看你委屈真诶，我想着都气。卖去啦！迄只马条已经散起来，无人甲你争。拜到拜啦，拢你包办，也没办你休困。我心不平衡了。哎呦，汕头背起来扛完蛋啊！不过汕头扛唔在有适合政治的人手么？卖讲遐啦，我心情真歹。阴是，是不是因为我两眼失明，变歹？只有要你负起责任，所以你心情才会歹。如果是这样，你大可莫插我。不是安尼咯，要不是怎样？你讲啊！我代替伊讲，伊不是人啊，其实非常爱你。我老谢啊，是一个真专情的人。这摆你两岸失明，伊不是人，是看你眼里，也听你心内。所以啊，心情才会变歹。是这样，是咯。而且我也在想，想讲要找什么人来医治你的目睭。金龙，你真好，你真好。无言无言呐，你的目睭没听咯。哎呀，真疼。很冤的啊！莫讲你都莫想着，赶紧的甩到二相国前，这个现金棍只有这条路通走路。